大家好，我是摄影师陈曼，非常有幸这次和芭莎的合作是拍到金城武先生。以前我没有见过他本人，我觉得有几点就是说他令我印象非常深刻的特别的点。第一是他的这个名字应该叫金城先生，不是金先生。第二点就是看了他去南极深海探险的这个视频，这个深海下然后去和那些动物非常开心的交流，超级冷。然后还有就是他的这个眼睛非常特别，像看晚上的星空银河一样，然后有很多很多的闪亮的点，啪啪啪啪的闪。虽然他是一个演员吧，但是我没想到他是一个非常害羞的一个人。拍摄过程当中没有看到什么刻意的表演，就是非常自然的，然后一种存在感觉就是很简单，他的样子然后就会给人带来很多美好的这种想象。然后我这次拍他也是用一个很特别的相机，以前我也从来没用过，然后也没有任何的修片，基本拍出来就是和最后大家看到的是一样的。我自己也特别期待，虽然我已经知道什么样子了。这次拍摄进行的非常的顺利，然后我希望就是大家和我一样，然后能感受到金城先生的他的这个非常诚意的这种存在。